大家好，这样好，今天的题目就是说，我按那个亚洲病开始讲，讲到骨质疏松啦，就是说，本来我是要讲那个婴儿的，还是说矫正的，但是，有人给我建议，就是说针对咱大部分有在吼，在同学吼，他有需要讲这个亚洲病吼的问题安尼啦吼，所以我一开始想针对哦，我要甲大家讲就是，我无法度完全用台湾话，也是讲完全用中国话，也是完全用英语讲吼。我就是会插的插的安尼啊。总讲大家若有问题吼，会请恁就是举手。Anyway， 恁准，你若讲要马上知的是要甲我 stop 吼，我嘛是 OK 啦吼。开心讲连咪转来个找吼。OK， 安尼我即马就开始讲吼，就是讲咱即个喙齿，甲咱的迄个身体吼，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尤其即马大家拢真高寿，就是拢活真侪岁吼，所以即个喙齿变甲非常的要紧啦。吼，古早可能无讲活。像即马，因为医学进步，所以人的诶寿命吼，会当延长真久。啊，你活咧，若袂当好好食物件，对人生嘛，是一个损失过来咧。因为愈侪岁了后，咱即个胃肠诶蠕动慢，啊，新陈代谢嘛是慢。所以必须爱有好的喙齿，会当食一寡，会当促进你迄个胃肠的蠕动，啊，佮会当排除你迄个胃肠内底吼的一寡毒素，也是讲无必要的物件吼。啊，牙周病是等于讲伊即个牙龈佮骨头是 support 咱喙齿。Foundation， 所以你的牙龈、牙周无好的时，你喙齿嘛无法度好好固定。喙齿是固定伫骨头内底啦，所以总讲你的 foundation 等于讲条啊踩无在时吼，条啊嘛真容易倒，喙齿嘛真容易烂啦。好 ，OK， 安尼我即马开始吼，就是讲。这先按咱出生以后开始讲，囡仔的喙齿吼，总共人有两个 set 的喙齿，一个就是 primary dentition， 迄是对生出来差不多五六个月开始发，啊用到差不多十一岁，哦，啊 baby 的喙齿有 total 全部有二十齿啦。有四上面有四齿的门牙，下面有四齿的门牙，哦啊、然后有上下左右有四齿的迄个 canine 就是咱中文讲话是犬齿啊。啊，台湾话吼，台湾话讲话做角齿啦。其实伊这角齿是做 make sense 的，因为吼，伊多伫迄个咱人吼，人这个规个面的灯。对正面转去侧面的迄个角，所以台湾有足侪是叫 make sense 的，吼。中国话跟我做犬齿，我拢毋知影迄犬齿是狗的喙齿是毋是，还是安那吼。Anyway， 过来吼，有囡仔有八齿的毛啦，四齿的迄个软毛啦，吼。啊，囡仔的喙齿开始换，因为我想来讲，想说讲这個，因为恁大家拢是阿公阿妈，有当时爱共带孙吼，所以咱稍微了解一下。啊，这个咱囡仔开始换喙齿是按
下骹吼，下骹即四气差不多五岁左右，即四气会生活。啊，面顶遮吼，面顶的即四气的门牙是差不多六岁左右，五六岁，话较早话较慢吼。过来，伫遮的喙齿以外。这些都是baby 的喙齿，而且喙齿后边吼，六岁的时候会发咱的 first molar， 就是讲第一大臼齿，啊，迄就是咱的 secondary 的迄、那个迄喙齿吼会开始，这 second set 的喙齿就是 permanent dentition。差不多是活到六岁会开始换，开始换吼。啊，总共大人的喙齿有32颗啦。较特别就是这个 wisdom teeth， 这号做中文号做智齿。这个智齿咧，有当时啊，有的人3颗，有当时啊2颗 ，normally 是4颗。但是吼，我以前有捌搬过有即个 wisdom teeth， 有背起啊，吼，所以这种是一挂迄、那个normal variation。这吼，这嘴是足水的啦，但是这咱这电话较光衰吼，看无遐尼清楚。这个呢，就是讲一般咱看袂到的，这是 X光翕出来的喙齿是安尼啦，吼、哦。你会当看到讲，这头前是门牙，这拢是一个牙根，吼、哦。啊，这个前来啊，这个是这个是小臼齿，加买小臼齿，啊，这拢是大臼齿，吼、哦。啊，这就是 wisdom， 这好。啊，像你看 wisdom， 甲第二大臼齿这种的 relationship， 这种发，伊发的方向安尼的是吼，你就知影这 wisdom 是绝对发袂出来。所以，伫 X 光片呐看到安尼吼，阮会建议病人吼，这差不多有诶16岁、17岁以后。就你就看得出来，伊的 wisdom 吼，到底是发得出来，发袂出来？发袂出来的时吼，伊这个所在会影响 second molar， 才会有一个叫做deep pocket。deep pocket 会造成这个 second molar 吼，后摆会慢慢侵蚀。所以，那会当的是上好伫伊还袂造成问题时，就爱慢起来啦。牙周病吼，上初期的时候，或者gingivitis， 这 gingivitis 你会当看到讲伊的牙龈吼，拢红红尖尖，这是等于讲较少年的时吼，年轻人真济有当时无好好啊洗嘴，也是讲熬夜，吼。我有真侪真侪患者，就是讲对囡仔，尾啊去读大学，啊，伫个寒假回来吼，拢变做安尼啦。就是伫宿舍，第一生活无正常，无洗嘴，也是讲无按照时间洗嘴，也是讲伊熬夜，啊，半暝时去食物件。食食了就去睏，所以真侪吼，恁真侪孙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啦，吼、哦。啊，这唔是讲伊家己会好去，咱以前的观念就是，有当时就讲哦，我迄喙齿也是讲齿患渐渐，我可能会大吼，喙齿噗噗，但是。迄就是牙周病的问题啦。你若讲牙周真健康的时，你的喙齿你都袂感觉噗噗啊，吼、哦。过来，
一般吼，甲六十岁以后，因为即个唾液分泌的减少，大部分的人吼，几乎是就是讲甲六十岁左右吼，差不多有100%，几乎所有的人呐，吼，拢会 more or less。不是讲大家拢足严重诶，因为有诶人诶口腔卫生较好，有诶较无遐尼好。但是 more or less 吼，每一个人拢有。even 像我即卖吼，我嘛知影我有啊。这问题毋是嘛，毋是讲大家人拢无洗喙齿，才安尼。基本上除了讲口腔即个唾液吼分泌诶减少以外，你也可以感觉说你的眼睛眼翳分泌也少，再来你的鼻鼻翳分泌也都少，就是说整个身体的水分的分泌都减少去。所以在口腔你如果没到水分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臭水沟。因为咱口腔按口腔甲肛门规个肠胃道内底拢是细菌，当然细菌，唔是讲细菌拢歹，细菌伫咱规世人拢甲咱共生，咱的消化有真侪嘛需要细菌，但是即个啥呐或者细菌吼，即个细菌就是讲你甲超过一个量的时候，就会对咱的身体造成问题啦。所以你伫口腔，总讲你的唾液无够，但一般有唾液的时候，咱就会，吞迄个唾液，也是讲咱啉水就会吞入去咱的胃肠道内底嘛。所以等于就是讲，咱一直咧甲细菌吼，甲一寡食物，甲一寡food debris， 还是 whatever， 咱食物件，咱就是拢会吞落去。总讲你的口腔的唾液无够的时，你迄个吞咽的动作你就较少，所以细菌残留伫咱嘴的时间就会较长。然后伊会利用迄个食物残渣，甲咱的食物残渣就是细菌的食物，伊甲遐个food debris 作用了会产生 CO2， 就是二氧化碳，甲一寡毒素，吼，啊，遮个毒素会造成咱即个牙周的问题，也是讲会造成喙齿的蛀齿，佮来即个 CO2。的问题就是会造成口臭，所以大部分年纪较大的人，你会感觉讲哦，这讲话也是讲较靠近的时，都会闻到一挂味吼。所以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唾液分泌无够的时，咱需要给补充，你会当啉水，但是我足侪患者拢甲我讲，哦，我吼啉足侪水，我会问讲啊，你是安怎啉啦？吼，啉水唔是讲你一概啉足侪啦，迄等于讲浪费吼，因为你啉足侪是像讲你水龙头拍开啊一直流，所以你的迄个规个水就会流入去迄个下水道嘛，吼。啊，咱爱是讲定定 keep 这个口腔的 fresh， 所以你十分、二十分、三十分，吼，啉喝一口，啉一嘴，然后呢，你小夸，那像讲落嘴一个，再吞落去，因为吼，伫迄个牙缝伫牙龈伫后壁的所在，拢吼拢有细菌 ，everywhere 拢有细菌，所以你得等于讲，各嘴甲四个安尼冲冲的吼，啊才落去吼。你想看卖，准讲咱迄个厕所马桶吼，你真久无冲，水是毋是会落？
但是你呐 ，sometimes 个冲热冲热水都会呛嘛，好、哦，这就是咱口腔维持口腔卫生的一个真好的方法啦。啊，先呐唔通一盖啉足济，因为咧你啉足济时吼，咱迄啉的水是爱经过肾脏，才排泄出去。所以你啉一盖啉足济，你咪造成迄个肾脏的负担。然后呢，上年纪的人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会感觉都要去上厕所嘛，好，所以你如果一直喝很多也会造成这个排泄的问题啦。最好就是你20分15分短时间你就喝一嘴，然后漏漏的再吞下去。我的 patient 也跟我问说我为什么要吞下去，我敢不能配掉，你当然可以配掉啦。但是吼，咱既然呐啉这水的是水吼，对咱身体是上 important 的物件。你看林英雄绝食和你坐钢琴呐无死，因为伊有啉水。咱无食物件，会当冻真侪工，会至少当冻七工。但是你若无水吼，你可能一两工都无法度啊啦吼。所以你水一嘴啉落去的时候，第一会当冲刷咱这个胃肠道，过来咧会当经过大肠吸收嘛吼。啊，咱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大家上年纪以后吼，除了迄个口干舌燥以外，咱的皮肤嘛拢就是皱纹嘛。啊，皮肤这个皱纹嘛是因为咱的细胞。内底细菌无够，你就较会有皱纹，所以你若啉较侪水的时候，咪较水啦。啊，这个吼，就是讲咱这个初期牙周病的治疗吼，这是真简单，你就是讲。想要更 improve the oral hygiene 口腔卫生，那改善哈，即、這个 gingivitis 的诶解决的哈，所以就是讲爱刷牙，再来咧用牙线，有一寡物件会塞伫个牙齿甲牙齿中间嘛。啊，咱伫个年纪较大诶时候，有当下食物件塞咧无感觉。啊，遐个物件咧，就会造成问题嘛，就会造成好细菌吼，怎么样繁殖，然后会就去，也是讲会牙周病，好，所以一定爱用 dental floss。啊，过来咧，用迄个 water pick。我想总讲，若有气温遐看出去，我一定拢有甲你讲过，讲你至少。每天晚上你刷牙以后，你就爱用这个 water pick 每一摆用 water pick， 伊迄就是讲，有一个 device， 有一个会当放一挂水然后经过压力出来了，迄就变成一个小的水柱了，就是讲会当冲你的迄个牙缝，所以安尼嘛会把一挂食物残渣冲出来了。再来就是讲，每六个月你爱去和牙医师吼洗嘴去。那恁大家拢捌去看过 dentist 吗？你想看卖讲 dentist 甲伊洗嘴去的时是安怎洗？咱当初你是上下左右刷牙对无？啊 ，dentist 安怎甲你洗嘴去？有追求。对，啊，但是伊甲你说倒位，牙根。OK， 我 go back to 拄啊迄个较清楚即个吼，伊拢是说即个沿着吼，沿着牙齿甲牙缝之间，伊拢是甲你清即个所在啦，吼，即个所在叫做 sulcus， 就是讲。好像一个沟嘛，那里是有一个沟，牙肉的内底，
甲骨头吼 ，before reach 迄个骨头的所在，遐有一个沟，遐就是所谓细菌吼长生的所在啦。吼啊，咱伫厝里刷牙的时，除了上下，吼左右刷以外，迄个所在咧，其实你就是会当用牙刷吼，稍微插入去牙缝，啊，用迄个小圆圈的迄种刷移动吼，你牙刷摕咧啊，插入了啊，小夸安尼 round movement， 安尼你就会当吼清洁迄个所在啦。好，所以除了普通时安尼上下刷以外，吼，上好就是讲用你的牙刷45度入去内底，稍微吼每一颗，这是就贪抗生命啦。但是吼，这是就要紧的，就是讲咱要清的所在，其实是迄个所在，因为 dentist 大概。家己清就是迄个所在，外口真好刷，啊！你普通诶刷牙方式都会当清洁啦。但是迄个所在就是需要吼，你 spend 一寡时间去家己清理啦。上好是逐工，啊！但是即使讲你有安尼诶实力，还是无法度完全清洁，尽量啦。你会当吼，会当用 water pick， 你会当用迄、那个dental floss， 啊会当用安尼去清吼。过来造成，佮当来即个 gingivitis 吼。另外一个是抽烟，食薰的人对咱即个gum对牙周的 damage 嘛真大，因为迄个尼古丁吼很容易形成一个薄膜，伫喙齿形成一个薄膜，所以。Bacteria 真容易 attach 伫迄个 nicotine 的迄个薄膜内底。伫牙周病初期的时候，你会当会看到讲哦，你的迄个牙肉吼会红红肿肿啦，但是吼袂痛啦。啊，通常你就是讲去清洁去 dentist 遐清清了，你就 recover 嘛就紧的。过来吼，有当时啊，干呐吼 localize， 唔是讲规个嘴拢红，伫每一个干呐一个部位吼，会有即个牙肉红红肿肿起来，即种或者吼 acute necrotizing ulcerative gingivitis， 即种诶是 localize， 但是非常的痛。你呐？有当时啊，吼嘛是会发生，但是，发生了后，有的人会去看 dentist， 但是有的人无去看，吼，因为足痛的，所以伊可能就食一寡迄个止痛药啊，食一寡药啊，吼。啊，咱的免疫系统吼嘛会有帮助，所以基本上这是爱去看较好。但是吼，我知影真侪人拢有发生过这种的情况，但是咧。几天了，因为咱免疫系统吼，嘛会去 help 把这个 infection 吼 reduce 掉啦。这种的大部分拢是吼一寡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且螺旋杆菌其实伫咱的身体是吼，嘛是号做 normal flora， 真侪细菌吼，伫咱的身体内底拢是。或是 normal flora， 但是基本上超过一个量就会有问题。啊，那你那吼，甲伊 control 伫一个咱的 immune system 会当管理的范围内底，就袂出问题。你都袂讲发炎是啥物？一般像感冒嘛是呢。然后有当时你迄个破嘴，吼。破嘴这种 virus， 其实嘛是存在伫咱的口腔内底。啊，毋过你的 immune system 若无好，immune system 若 weak 的时，你就会破嘴啦。
咱的身体吼，基本上就是讲，你若健康的时，百毒不侵，细菌拢伫咱的身体内底。你若讲无问题，健康，大部分的细菌拢无法度互你生病。但是若无够健康的时，伊细菌就会繁殖，细菌就会强大起来。咱身体的迄、那个吼白血球啦，是淋巴球吼，都无法度对抗遐个细菌，还是滤过性病毒的时，迄阵就需要食一寡抗生素啦。过来就是讲即、這个。拄啊讲迄个吼，急性的迄、那个ulcerative gingivitis 吼，有真你真 stressful 的时，你嘛会影响咱的迄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嘛吼。啊，个营养无够，老年人的免疫系统歹，就是讲真济年纪较大的人，伊喙齿无好，啊食欲无好。所以造成迄、那个poor nutrition， 还是讲 malnutrition， 有一寡物件袂当食。过来咧，有艾滋的人吼，嘛是你定定会看，我有阵时看迄个口腔内底，因为患者有啥物问题，伊不一定甲我讲啦。但是吼，真侪问题吼，伫口腔内底，你着看会出来讲，即、這个大概。有啥物问题啦？吼，像讲，食诶吼 ，stress、poor nutrition 加 AIDS， 拢会造成你迄、那个immune system 会 depress。所以，就是讲，咱即个 immune system 爱保持吼，保持较 strong、较 active。所以，你着需要运动，你着需要食。有一个迄个 balance 的 nutrition， 像即段吼，即种情形吼，非常痛。你若干那一位的时吼，非常痛。你有当时啊，咱去头前遐进一摆 generalize 的时，不一定会遐尼痛，但是 localize 的时会足痛啦。治疗吼，即个necrotic gingivitis， 你一定爱去找医生，爱把迄个规个所在吼，爱把伊清去。Sometimes 吼，阮有当时啊需要把迄规个肿较足大诶迄个牙肉挂一挂掉，然后爱搁用 antibiotics。即马即 periodontitis 吼，就是真正的牙周病啊，伫即个 periodontitis 就会造成骨头的萎缩 ，gingivitis 的是腰背，但是 periodontitis 骨头一定会萎缩，所以你会当看到讲，你即个喙齿吼，喙齿甲喙齿的缝吼，真大缝 ，gingivitis 的是你还看袂到即个喙齿缝嘛，但是你若有当时啊，有诶 patient 吼，甲伊讲你有牙周病，伊讲无，伊无牙周病。但是你看到遮个胖吼，若毋是牙周病，未造成即个骨头诶萎缩，未产生遮个牙缝嘛。即、這个牙缝是安怎会遮大？本来骨头是发甲遮嘛，伫即个齿颈部诶所在。但是因为牙周病，你骨头一直萎缩下去，你这牙肉嘛跟着拢萎缩下去，所以上尾喙齿旁就做大旁的，除了歹看以外，造成迄、那个食物件就无方便的，大概食物件就真容易食物吼拢会塌伫遐啦。啊，你若老甲吼老甲旁这么大旁吼，要搁恢复。年轻，迄种骨头是无可能啦。即种诶，就是 irreversible 诶迄个 loss， 即个 bone 诶 loss。所以，通常你若感觉讲食物件开始会夹诶时，
你就要真注意，这个亚洲的问题开始，就咱会当 maintain， 卖个好骨头萎缩，但是你牙医师吼有法度甲你，互你骨头的宽度吼增加，但是要把你的骨头的高度增加到年轻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可以增加 probably like 1 or 2 millimeter， 但是要增加到你年轻那个时那种高度到达齿颈部，让你不再塞食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Localize 就是说在某一个部位，我们牙医师可以按后面这里拿一片骨头来补，但是要整嘴都给你补到像年轻，那工程也很大，再来就是说骨头拿来补的时候， For example， 如果想要给你 increase 3-4 millimeter 的时候， Sometimes 可能可以 increase 2-3 millimeter， 无法度 increase， 就是讲你要爱遐尼悬的程度嘛，无法度啦。Again， 吼，这个 smoking 嘛，对咱这个牙周是影响真大啦，吼。啊，我要来，即马要来讲这个 biofilm， 吼，这个 plug。既然中文的翻译就是牙菌斑呐，这牙菌斑的产生基本上就是细菌和食物的残渣作用以后产生这个牙菌斑呐。那牙菌斑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菌，所以也牙菌斑的造成，咱的就去来造成这个牙周的发炎、骨头的萎缩。然后牙菌斑呐，无清掉的时候，底留在牙齿跟齿缝中间，哈，伊会萃取咱唾液内底的 calcium， 的一寡 metal， 好，所以牙菌斑底下固料就会变作牙结石。真济人哈，拢有这个牙结石的问题啦。但是呢，因为袂痛，可是伊对咱的牙周的伤害足大诶。啊，我古早捌好反正没啦。我把伊的牙结石拢清掉，因为伊的牙结石把伊牙肉吼，伫牙齿甲牙肉中间迄、那个所在吼，规个拢包围起来嘛。啊，我把伊清掉以后。像即马吼，恁会当用你的舌头去你的下面嘴齿吼，头前吼，你会当感觉到你的嘴齿的形状，一个一个嘴齿的形状。准讲你若感觉遐是一个平面的时，你就是遐有一片真厚的牙结石。OK， 结果迄个患者我差不多用一点钟的时间给伊。清掉了后，伊跟我讲，我把伊嘴齿拢洗掉去了。我讲，迄不是你的嘴齿，迄是你的牙结石。因为古早吼，古早伫台湾真济人吼，无即个清嘴齿，无即个牙周病的观念嘛，吼，所以伊就想讲，伊逐工拢有洗嘴，但是吼。在几个所在特别会产生牙结石，就是讲咱下颚。门牙内底，遐有一个唾液腺的出口。再来，咱的上颚，伫个毛啦吼，两边遮，吼，这拢是咱或者唾液腺的出口。那在这些唾液腺的出口，特别容易产生牙结石啊。所以呢，你若感觉讲，你袂当感觉到你的头前喙齿。一个嘴齿，一个嘴齿的形状，会是你若感觉遐平平吼，
你上好爱去找牙医师啦，遐牙牙结石爱去清掉啦。Otherwise 吼，伊遐愈生愈深落去，因为骨头萎缩去了，迄、那个牙菌斑甲牙结石就是一直入去内底，所以你的骨头一直萎缩，啊，它就一直长进去，长到一个程度，你无骨头无法度 support 你的喙齿的时，你这喙齿就会落去啊。咱本来骨头是发到齿颈部，齿颈部就是一般是我们牙齿，整个牙齿包括齿根的三分之一的所在啦。但是年纪愈大了，骨头就一直萎缩落去。啊，这个中间这个缝隙，都牙菌斑、牙结石拢会入去。啊，你嘛唔是讲你清一摆了，后摆就袂发啦，因为咱逐天咧食物件。啊，所以逐天细菌都在产生这个 biofilm， 所以呢，你有刷牙，但是你一般刷牙伫个牙冠，就是讲这个吼，好快看到这个所在，你很容易清。可是在这个齿颈部，在这个sulcus 的所在，你就较困难清到。另外，牙医师六个月给你清一摆。但是呢，年纪愈大了，你也感觉讲，哎，为什么一下子又来了？因为哈、哦，你的骨头萎缩以后，露出来这段牙根，它表面的光滑程度，跟你的牙冠是完全无同款，所以呢，伊这个所在哈，很容易附着牙菌斑，很容易附着细菌。你那光滑的表面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附着，所以年纪比较大以后，真侪人迄个旧气拢伫迄个齿颈部的所在，因为遐个表面较粗糙，所以比较容易有细菌、有牙菌斑，然后你就比较会有问题。安尼，有问题吧？OK， 请。你做工业所在嘛？嘿。人对工老嘛？嘿。那工，伊个所在无保护，完全无那个保护。对，就是讲吼。应该安怎来保护？这因为齿颈部这个所在，本来你应该有骨头嘛，迄、那个骨头就是甲你迄、那个齿颈部还是讲牙根的表面，牙根的表面是粗糙的，因为它包在骨头里面。啊，伊本来就是唔是外露的，所以咧，它里面有很多的神经，好、哦，伊的 structure 跟咱的牙冠的部分 structure 结构不赶快，牙冠的部分本来就是要让你吃食用哈，食物件是爱用嘛，所以伫个牙冠的部分外靠有。包一层叫做珐琅质，珐琅质就是等于讲绝缘体。你食少食冷，好，现在老人袂当食冰，因为呢老人牙根有露出来以后，伊遐神经就敏感的，小可 temperature 哈，较冷伊就会感觉刺激嘛。那这些哈，就是说 aging 的problem， 但是我今仔日来讲遮，主要就是讲，你若会当每天较好的口腔卫生的时，你就较袂有遮个问题，偶尔讲 delay 遮个问题啦。所以你食物件的时候，就袂讲遐尼不方便。有真侪人，较严重个无喙齿，无法度好食。有个人，牙周无健康，所以喙齿松动固定不好，伊嘛袂当好啊补物件，吼、哦。也是讲有的人，伊迄个牙根外露的时，造成迄个 temperature 的 irritation 的刺激，安尼伊嘛无法度好啊食物件嘛，袂当 enjoy 迄个 food 嘛。我请问你，我叫请问，请问你，你安怎补？
对，要怎保护？即马就是吼，基本上你会用用伸缩带，一种有 fluoride 的牙膏，迄一旦吼伫个牙齿表面形成一层 temporary 的 film， 即个 film 甲黑包 film 无共，伊即就是讲。Fluoride 会形成一层 temporary 的保护膜，就像小囡仔时，先啊，去看 children dentist 哈，每六个月，阮拢会给伊涂氟嘛，迄就是讲会当防止，无法度完全防止，但是暂时可以防止不要好迄个就去喊你进到入去。所以，但是你这个fluoride 产生的这个film 这个 protection 嘛，不是 permanent， 也不是 permanent。所以呢，有时候如果你牙根外露不是很严重，我们会牙医师会把你外靠做一个 crown， 然后呢 crown 就是做长一点，可以 cover。一部分的那个牙根，但是你若讲外露就严重的时，那是没有办法。好、哦，你就是只能每天用那个 Sensodyne 刷牙，还是讲你也当去那个office 哈、哦。阮有一挂 desensitizer 会当给你涂在你 sensitive 的部分，但是黑龙不是讲一劳永逸，你那个涂上去的东西。一段时间了，伊就是会无去。但是咱吼，咱的身体吼，就是因为有这个免疫系统，所以呢，伊有一挂家己 self protection 的部分啦。你刚开始牙齿齿根外露的时，你会真 sensitive， 但是你一直家己刺激一段时间了吼，你的牙根会变个较乌，像讲咱的皮肤。你常常拍一个头的时候，黑斑才会出来，那就是我们身体的 self protection 的作用啦。你皮肤较黑的时候，底层的地方就比较能保护你，这个光线要穿过，光线要穿过白色的东西是很容易穿透，会穿过黑色的时候就比较困难。那你有些人会感觉说，我的嘴怎么变得那么黑啦，那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背后生出来会产生一层叫做牙本质，牙本质生出来是那个颜色就是会黑，会比较难看。好，那基本上 again 这些问题都是慢慢发生的，所以呢对一般人来讲不警觉性的是等到问题很大迄阵吼，要解决嘛，几乎是就是讲会当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让你恢复到年轻的时的迄种 condition 啦。这像这个所在吼，这个就是牙菌斑啦。你看，你普通是有洗嘴齿，所以这个加光滑的表面，大部分都没有问题。可是你这个齿颈部，这表面粗糙，你就会有这些牙菌斑的附着啦。所以，在嘴齿，你若看在这个情况，你都要紧治疗啊。但在这个情况是，这个几乎就是牙周病的末期的。那 eventually 你的齿卡吼，齿卡差不多在这而已嘛，所以剩可能三个 millimeter 的 bone support， 没多久那两齿就会落去了。这是比较一下哈，就是说你健康的，牙肉、牙齿跟骨牙周病哈，这是咱的牙冠嘛，啊，这个是
这个黑色的这个所在是牙肉，啊，这是骨头，好，那这个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牙根，好，这健康的时，这个所在你也看到这个牙冠跟这个牙根交接这个地方就是齿颈部嘛，你的嘴，你的骨头的时，年轻的时候骨头是会长到这个地方。啊，牙周病以后，你的骨头一直萎缩，啊，牙肉嘛是跟着萎缩，所以你得起胖诶，就大胖诶。那骨头就萎缩到最后都无去啊，啊，骨喙齿都会落去啦。这个图嘛是会当和你比较一下，你还要学习吼。哦一点点，然后再来，渐渐愈来愈大坑。再来呢，这个所在啦，吼，这是两个牙根，这是毛啦，这 canine， 这是犬齿、小臼齿跟大臼齿。大臼齿一般来说有两个根、三个根、四个根，就是讲伫安尼吼。这个所在骨头若萎缩去，你才无法度好穿啦。以前治疗的方式就是切一支脚起来，等于 amputation 哈。你变作讲两支脚的是你断一支脚去，啊，你才有法度穿。但是真侪 patient。做这个 amputation 以后，因为你这个嘴齿这么大齿承受的重量，不是一只脚有法度承受的，所以一般 amputation 了后一两年吼，上尾这个嘴齿都爱搬掉啦。所以，但是迄个 amputation 迄是等于讲一个 surgery 吼 ，patient 其实嘛真 suffer 啦。所以背后有 dental implant 了。牙医师吼，都无人咧做这个 amputation 啊。那发现讲伫这个三起也是两起起脚中的骨头，那无去了，等于讲你迄个 support， 嘴齿吼，梦对你嘴齿的 support 已经真少。在这种情况的时候，现在吼，现在牙医师会叫你慢掉，因为一个新的 dental implant 会比你这个，还是讲这种嘴齿加真健康，甲加真好用啦。因为你这个所在无法度清的时候，你的细菌、牙菌斑、牙结石会。一直藏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哈、哦，在这个角内底，这个 corner 内底，这是 patient 的存留无法度清的所在啦。所以呢，加的丁乙公藏在那里的细菌，藏在那里的牙菌斑加迄、那个牙结石哈、哦，会继续。把这个骨头哈 damage， 所以上尾你若无处理的是，你连下骹这个骨头嘛拢会无去啦。那但是 patient 伊大部分的患者无 understand 的这种 consequence， 伊感觉讲，我外口就这病人常来讲，我外口看起来就好好啊，吼，啊，迄个所在伫内底。伊唔知影讲，其实伫外口的问题拢简单，拢好处理，就是伫内底才是大问题啊，清袂到，啊，佫那像一个地雷伫遐嘛，所以，一般 patient 看有是喙齿，伊无看到 X 光片，伊唔知影讲伊迄个 fixation， 即个所在 fixation 啊 ，patient 医生若甲你讲 fixation 吼，你就知道。伊就是咧讲这个所在，吼 ，vocation， 还有这个节，伫 dentistry term 或者 vocation involved，
你若听到 vocation involved 的是，就是迄个喙齿吼是无路用啊啦。像即起，你看遮吼，这就是 vocation involved 啦。那在这样子的时候，你要会当用哦，唔是讲你完全袂当播，你要会当播。啊，咱尤其咱台湾人拢嘛是想讲啊，会当用就甭用嘛吼，无等下等下完全袂当用的时再来用嘛，再来处理吼。但是吼，我听甲 patient 开玩笑讲，嘿，有诶物件有诶代志吼，你无紧处理。中国话吼，有一句话叫做“流来流去流成愁”。像这种的，你只呐，这个喙齿继续用，伊骨头会继续萎缩啦，萎缩到上尾，就是遐规个 area 骨头拢会破去。过来呢，伫 X 光片上看，这齿是大问题嘛，吼、哦，啊，这齿呢？伊伫这边个骨头也无好，但是这边骨头因为这个 infection spread， 所以伊只个骨头嘛无去。啊，你呐，等下讲，这支喙齿只拢无去的是，只嘛拢无去，这一颗牙也会出问题，因为伊这骨头拢是 connected together， 所以你个 infection 个 spread 唔是讲哦，我干那只齿。这齿也有问题，边仔这齿也有问题，就是讲你若像坏邻居的时候，也是拢会影响到你规个 neighbor 嘛。吼、哦，你有一间厝，伊无要挂草，无要创啥，伊弄啊乱七八糟的是，你规个 neighbor 拢会影响到啦。所以上好，X 光呐，看到吼、哦，像安尼。像安尼是吼，当然，伫这个情况，你要会当补，你会感觉讲，喙齿较无力尔，你会感觉喙齿较无力。但是咧，上好是唔通等甲完全吼，规个骨头拢补去，迄阵，牙医师要甲你重建你的喙齿，嘛会加真困难。那牙周病吼。诶，治疗方式有几项啦吼，就是讲有诶，咱会当先做迄个 deep clean 啦，深层的洗牙吼。一般六个月医生拢是甲你做普通的 regular 迄个 cleaning 啦吼。但是你若有牙结石的时，你都伫即个 ADA 就是 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 是 recommend 讲，你伫35岁、40岁以后吼，每两年上好做一届迄个深层的洗牙啦，因为多多少少你牙菌斑拢会入去啊，吼都会进到那个齿颈部的下面，所以你唔免两个月做深层洗牙，但是每两年吼一定要去做一次深层洗牙啦，迄等于讲。会当挽救吼，会当保护你的迄个真侪骨头，这是属于non surgery， 但是需要麻醉，需要甲你的牙肉吼，规个甲伊注迄个麻醉药，唔是讲互你困起啊是啥物，但是需要做麻醉药，然后医生呢会用 instrument 入去你的迄、那个。牙根的所在吼，去把遐牙结石抠出来啦。最后做deep clean， 还是讲 root planning， 请说。那个 deep cleaning 跟普通的 cleaning， 你现在讲的就是说，普通是什么样的人在做 ？And this is special hygienist。OK。一般。它的范围跟普通的 cleaning 什么地方不一样 ？OK， 你呢？哈，我是有在做那个。要那个麻醉啊！对，一般的 cleaning 哈，每两个月去 clean 的，唔免注射。医生会当做，但是有的医生哈，他会也请那种 hygienist 来做啦。那
我 personally， 无请海娟的是因为对我来讲，我咧做 cleaning 的时候，我会当先做 detect， 就是讲会当找出一挂旧气，伫迄个磁警部的旧气，还是讲背面，吼，的旧气啦。每一届我家己做 cleaning 的时候，我拢 sometimes 拢会当发现到一挂旧气，所以我一直无用 hygienist。我是感觉讲，当然这是就是讲，像一挂医生，因会用 midwife， 我会用physician assistant， 好、哦、啊 ，hygienist 的 function 就是。类似一种midwife 还是 physician assistant 啊 ，midwife 就是咱古早迄个助产士，唔是医生，但是伊嘛会当吼，会当甲人生囡仔嘛。但是hygienist 袂当开药啊啦，啊 hygienist 嘛袂当补喙齿，伊就是会当做 cleaning regular cleaning， 伊嘛会当做 deep cleaning。有的医生因为这个 deep cleaning 哈，爱出来嘛，所以对这个手镯迄个伤害较大，所以有的医生会请迄个 hygienist， 但是我是宁愿讲我家己做，我做的是会当花较侪时间哈，搁观察一看，还搁有其他的问题无，所以一般的 regular cleaning every 6 months， 唔免注射。Deep cleaning every 2 years， 但是嘛爱注射。有诶，通常啦，通常就是讲，你医生会甲你麻醉，甲你注射注一半 ，right side or left side。但是你若不爱遐尼，不爱去两个 visit 的时，嘛会当一个 visit。用较侪时间嘞，吼，一个 visit 全部甲你 clean 掉，就是看讲你家己忍受会当嘴会当开较久，还是吼无法度开足久的时，你就分做两届做啦。Yes。那你对 cleaning 是咱家己要求，还是讲你因为牙医师甲你讲，你就爱做 deep cleaning？ 一般吼，牙医师嘛会甲你讲啦，吼，但是呢，我相信有尽责任的牙医师都会跟你讲啦。但是咧，有的患者惊注射嘛，吼，有的patient惊痛嘛，所以真侪我家己的 experience 差不多吼 50% 的患者会讲啊，后摆啦吼，是讲我感觉到我都唔免，真侪患者跟你做医生哦。Anyway， 医生吼，就是讲，医生的责任就是讲善尽告知。但是咧，你要安怎，其实就是讲，因为身体是你的，医生会甲你讲你有啥物问题，你要安怎做，吼。啊，你家己爱决定讲，你要做还是不爱做，呀。之前你讲的这吼，迄 hygienist 啊，甲医生要做的那个 price。我是觉得有一寡医生吼，像即个你若做一届时阵400块，爱甲你分4届咧，安尼1600块安尼。我想400块是上贵吧？啊，无啦。普通都算人物者。你也阮吼，阮一般是。一个科总是超前200块啦，安尼啊还可以啦，但是有足侪人拢400-600块钱，半岁是四分之一安尼啊。OK， 你会当四分之一，你会当二分之一，你嘛会当一届，因为吼，因为阮有一挂 patient 食头路嘛吼，所以伊无时间，伊若要请假，伊就会甲我讲，我做一届请假，啊一届全部甲伊洗清气安尼啦。Yes。那你讲那个牙线哦，
咧前喙齿的时候，是有当流真侪血，有当无流血，有当流较少，有当流较侪，这是什么意思 ？OK， 这有流血吼，有流血，就表示讲你的不但是有牙周病。咱的牙周病其实是一种 chronic infection， 因为咱有免疫系统，所以 the acute infection 了，迄个 tissue 会 settle， 等于讲你的敌人甲你的家己的军队吼，会维持一个 balance 啦。你有没有较好的时，你这个 chronic infection 都无去，啊你有没有 weak 的时，你的 chronic infection 变成 acute infection。好，大部分伫个到真侪回是，迄拢是 acute infection。因为 acute infection 的是，咱的血液、咱的淋巴液、红血球、白血球、淋巴球，啊一寡吼、一寡 killer cell 拢会来嘛。所以你的迄个所在会尖尖、红肿、热痛。acute infection 吼、就是红肿、热痛，因为你的血液来，你就红血嘛。啊，淋巴液血液来是你迄个 T 恤会肿嘛？啊，佫来伊咧震惊，所以会烧烧嘛，吼、哦。然后会疼，因为你普通迄个所在，你的 T 恤 normal 的情况是安尼是，你变作占领大的是对神经产生 pressure， 对神经会有压力，所以你会疼。像咱。什么所在站起来时，你会疼？迄就是拢造成迄、那个，因为遐有迄个 mass 吼、哦，会造成对神经的压力，所以就会疼。哦，对哦。哦，诶 ，OK， 诶，最后一个好不好？先好一问，先好。我是要先告讲吼，我的今麦的习惯啊吼，就是讲。早餐早上试一下口，然后吃早餐啊，早餐要冲牙机哈、哦，然后刷牙，然后中午因为你外靠嘛哈、哦，所以没有办法弄，只是喝水，然后晚上吃饱了哈、哦，冲牙，然后睡觉以前刷牙，这样子程序对不对？这样子对呀、啊，你早上哈、哦，古早咱在台湾古早起来就紧刷牙，啊刷了去吃物件哈，迄拢对啦，好、哦。早上起来吼，你唔免刷牙，你但是早起起来吼，你起床，我先说讲一下起床的基本动作。精神了，袂使爬起来。你我即摆是针对讲吼上年纪的人啦吼，精神了，目睭闭紧了，唔当随时起来，因为你的规身躯吼还袂。你睡眠状态还未 active 的时候，你突然起来，吼，会造成一种叫做 positional hypotension， 你会低血压，然后不小心你就会跌倒。那你一跌倒，老人跌倒非常非常危险。所以你精神了，吼，先稍微倒一下，倒一时啊，吼，可能。几分钟就好啊，才起来。唔是讲你着马上下床，你着坐起来，搁坐一时啊。啊，你咧坐时，你爱做啥物代志？你爱先啉一壶水。每一个人要困以前，拢爱摕一壶水，吼，也是讲一罐水，放到床边。早上，迄壶水会当帮助你的消化系统。因为你整个都没有喝水，你整个从食道开始都大，所以那壶水下去了，等于说你的消化系统就会开始叮当，然后你才去吃早餐，早餐了你才刷牙，才清你的嘴齿，中道无法度刷牙，无紧，但是就是讲至少，莫讲中昼，你其实整天吼，你上好是早一罐水，啊，一段时间就啉一下，啉一下安尼。过来，你啉迄个水吼，买当帮助你这个食道，足济老人吼，因为
吞咽的问题，有当时造成吼，间隙真侪老人间隙，因为吼伊的迄个食道吼无够润滑嘛，所以伫上了年纪，咱这个分泌减少以后吼，对这个水的需要吼是比年轻人加足侪。所以常常啉一撮水，啉一撮水吼，除了美容的效果以外吼，其实对你整个循环系统吼，整个消化系统拢真有帮助啦。OK， 啊，无咱即马是休困，还是已经？等下吼，咱continue 对即个non-surgery 的即个 treatment 吼，另外咱拄啊讲到即个 deep clean 嘛吼。Deep clean 刚要个有 question， 那无吼，诶，另外一项哦，请讲。那一定爱做瓦家。Deep clean 吼，因为一般会疼，所以吼，唔是像 regular clean， 你有的人嘛会感觉 sensitive 啦，吼，你若小可较深倒去，一般的人嘛会 sensitive， 啊，所以这个 standard procedure for deep clean 是爱做麻香较好啦。你若无做麻香的时候，你会 sensitive， 你的嘴会合起来，医生嘛真歹，甲你真正吼 clean 得较好势啦。所以做麻香虽然讲吼会疼，但是阮即马吼有另外一种麻药，即马有另外个发展一种，古早是拢做麻药，但是即马用抹的吼，用抹的啊！你着有一挂人吼，我家己嘛是有迄种耳朵破裂嘛，吼！你敢想着针，你着会疼。所以咧，即马那 deep clean 吼，我是去买迄种足 expensive 迄种麻药，伊的就是讲它的浓度非常非常高啦，然后它是 instead of用迄个针毒液，伊是利用咱迄个 infiltration 的迄种方式吼，渗透入去咱的迄个牙龈内底啦。所以，不管是用注射还是用外，一般是爱互你的牙肉吼，甲牙齿小可麻醉较舒服啦。吼，啊，以前买当做了较完整啦。再来吼，这个 antibiotics， 这个抗生素吼，因为咱的牙周病的细菌就是主要是两种，一种是spirochete 就是螺旋杆菌呐，好，另外一种就是厌氧性的细菌呐。那这两种就是说会藏在迄个牙肉的卡下，牙肉齿颈部下面。所以呢，有当时吼，我们会使用两种 antibiotics， 一种就是用食的，另外一种是放入去你迄个 sulcus， 就是伫个咱我一直咧讲的迄齿颈部的下遐啦，吼，迄种等于讲不会袂讲规嘴拢放。但是咧，会甲牙医师感觉讲，你这个所在迄个骨头萎缩较侪，会甲你放 localize 一个 spa 一个 spa 吼，会甲你放这种物件，这种topical antibiotics 吼，或者Aristin 啊。医生，即马我唔知影是毋是所有医生拢有用啦。但是这种是出来无偌久吼，较新的物件，啊对这个牙周病吼真有帮忙的。啊，另外有一种漱口水嘛是爱prescription， 唔是讲伫 Costco 还是讲伫万斯当买着吼，一种叫做 Paridex。你若讲有牙周病的时吼，我会 recommend 你逐天用这个 Paridex 吼，漱一下口啦。每天早晚
各一次。刷牙了 ，water pick 了，再用。啊，漱完之后不要再漱口，唔能够用水啊。就是吼，这个 Peridex 吼 ，stay 伫你的口腔吼，会当伊 Peridex 内底成分或者 chlorhexidine， 伊迄就是专门对这种厌氧性的细菌吼，会会消除这种的细菌啦，所以牙医师通常 deep clean 了嘛，会开一个 prescription Peridex 让你去漱口。那总共你若不爱每天这样漱哈 ，chlorhexidine 一个 side effect。一个副作用就是讲，会让你的嘴音啊像抽烟安尼，乌乌啦。所以呢，我是一般教 patient， 就是讲利用 Q-tip， 这 Peridex 哈是 for your gum， not for your teeth。所以你用 Q-tip 哈沾一些，然后你的牙周牙肉的部分哈，给伊抹抹。安尼，你嘛唔免讲哦，你的喙齿较变甲较乌，吼、哦，咱像食薰还是食茶。啊，有当时，但是吼、哦，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好有坏啦。我这三十年的 experience， 就是讲用漱的那些病人哈，因为他牙齿会看起来乌乌像食薰，所以伊就会较食来洗喙齿啦。好、哦。啊！伊较侪来洗喙齿的是牙医师洗遐个 Peridex 的 stain 吼，遐那像是烟垢咁款，足非常歹洗。但是咧，因为非常歹洗，所以吼、哦、牙医师就爱花很多时间去洗，所以你就会加洗较清气吼。反正吼，这世间的代志吼，有好有歹啦，看你家己要安那吼。啊，你用 Q-tip 吼、哦，你就袂有遮 stain。啊，所以你就袂想到你爱去找牙医师洗嘴去啦。Anyway， 即个 information 吼，这是过去看一寡 patient 的经验，你家己决定看你要安怎用啦，吼。但是即个 Peridex 基本上就是对牙周病真有帮忙。过来吼，有诶，牙周病这个、periodontitis 的 stage 2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non-surgery 的方法来治疗，就是刚才说的 deep clean， 还是用那个oral antibiotics， 还是用那个topical antibiotics。 再来是 surgical 的治疗，因为有的在 stage 3跟 cancer 一样，跟 stage 4的时候就 terminal，就是讲，喙齿就会落啊。第three的时候，医生会建议讲你爱开刀。啊，牙周病开刀，主要就是讲，把你的牙肉掀开。然后呢，我看到 Carol 马上把头都盖起来。这有病就爱治啦，吼。所以不管你爱无爱哈，因为你伫 stage 3无治疗的时，你就是 stage 4嘛。Anyway， 这个牙周病的手术哈，就是把牙肉掀开了，伊个内底哈，伫迄真深层 deep clean 挂袂着的所在，迄个牙根哈，上面附着遐个牙菌斑甲、牙结石清掉以外。伊会阁把一寡烂的骨头清掉，所以呢，你这个烂的骨头清了后，咱的骨头差不多会当再生哈，再生差不多一个毫米特。你做这个牙周病的手术了，你会当建差不多一个毫米特的骨头 back。但是你做完手术以后呢？你的牙肉哈，会小可搁较落去一撮，因为
本来伫 stage 2 的时，你有迄个 chronic infection， 所以你的腰肉腰血稍微紧紧，所以你会感觉讲，你的好，你的骨头好像你的牙龈好像还比较高一点，为什么做完手术之后牙龈反而下降？其实不是安尼，是主要是因为讲你把那个 infection eliminate 去除掉以外，你的 tissue 会 settle， 你的 bone 会稍微发一挂，但是你的 soft tissue 会 settle down 落来。好，所以呢，不是讲干呐做手术医做这牙周病手术医哦，好，你都拢唔免治疗啊。Again， 做这个牙周病的手术医后呢 ，every 3 months， 你爱过去找牙医师，因为就是讲像你 cancer， 还是讲有一挂身体 physical 有一寡问题，是你爱过去 follow up， 你每三个月吼爱过去吼做这个手术，一般是牙周病的专科医师在做，普通的医生无在做，所以你一定爱去看牙周病的专科医师，过来每三个月还是四个月吼，你爱过回去 follow up。咱大家拢在吃物件。而且牙菌斑结孢病的产生是 daily， 你若无洗喙齿的时 ，24 hours， 你所有的喙齿拢有牙菌斑。所以手术了，你爱去 follow up， 爱过去予牙周病医生洗喙齿。好，另外呢，因为你的 tissue settle down， 所以你 sometimes 会感觉 sensitive。另外有一个先生问我讲，这要安怎处理？就是讲，你骨头萎缩，牙齿外牙根外露以后，你 sensitive， 你要处理 ？OK， another answer 哈，我都无讲，我要倒一家讲的是哈，你会当做 soft tissue graft， 你会当做 bone tissue graft， 好，你做牙周，这是拢牙周病的医生会甲你做。通常咱咧做牙周病的迄个手术的时，有当时迄骨头伤少吼，伫个手术，甲 debris 甲遐清掉以外咧吼，医生会甲你放一寡骨头，一般会甲你放骨粉啦。啊，迄个骨粉吼，有的是 synthetic。合成的骨头，那有的是 donated 的 bone 哈，咱伫美国还是讲伫较 civilized 的国家，较发达的国家哈，有的人哈，就是讲过身了，你的迄个 tissue donation 哈，有的 donate blood， 有的 donate heart， 有的 donate bone， 美国嘛有即 bone bank。Bone bank 哈，就是摕咱这个大腿骨，咱每一个人哈拢有两支大腿骨，一般都是拿这两支哈，叫做 humerus 哈，摕这两支去做这个donated 的 bone 啊。一般的人会感觉讲哦，迄死人的骨头。My patient 是敢唔敢 argue？讲迄死人的骨头，我讲，迄唔是讲对迄个巴黎摕落来，就甲你藏伫你诶身躯嘛。伊迄摕落来了呢，爱经过处理，吼，第一就是甲附着在这个骨头上面的肌肉 ligament， 迄全部拢爱清掉。过来咧消毒。上尾磨碎以后，吼，做做 package， 一盒做做 package 以后，爱个消毒，爱个经过迄、那个吼，迄、那个 gamma ray 的消毒，所以迄边收起来是有，咱就讲是别人的骨头，但是
经过这么多过程的处理以后，无 bacteria， 人的骨头对人，哦，因为咱的基因虽然每一个基因无共款，但是伊这拢是 compatible 的物件，所以伫你的身躯内底未排斥的物件，好，哦，所以你的医生若甲你讲要甲你植骨，要甲你植迄人的骨头，迄是比吼，哦，比这个 synthetic 的骨头吼，哦，更较好。因为这是这个骨头吼，哦，是合成的，就是讲像咱咧食物件，有个人逐天咧食 vitamin， 但是对我来讲吼，我感觉迄个 balance nutrition 是比 vitamin 更较好，因为咱所有的 nutrition 那拢伫迄个食物内底拢有，啊，你若卖偏食吼，哦，每一项。该食偌济吼，你拢有照你食的是，其实 vitamin 并不是真正需要的物件。而且在 synthetic 的，不管是 vitamin 还是药啊，上尾经过倒位 ，liver， 这拢爱经过 liver 去解毒，好，所以造成对咱的 liver 的负担。所以你上好就是食。正常的 nutrition， 啊，当然就是讲 depends on 你迄个 life 哈，哦，life 的迄个 growing 的不同 different stage， 你伫 young when you young， 你需要 grow， 所以你需要真侪 protein， 你需要真侪 carbohydrate， 因为 carbohydrate 是你的 energy 的来源。但是你甲年纪较大诶时，你诶 metabolism 开始 slow 以后，你就未 grow。伫迄个时咧，你需要啥物？你都无需要很侪 protein， 你无需要很侪肉。Instead， 你需要就侪 fiber， 因为 fiber 才会互你诶即个 slow down 诶 metabolism 诶 system 哈 reactivate。你需要食就侪 fiber， 啊，你需要食真侪 nut， 你无需要。动物性的蛋白质，你无需要 fat， 但是你需要一寡食物性的蛋白质，甲你有需要真侪 fiber。好，所以赶快，咱即马讲转来即个骨头啦，哈。所以就是讲给你植骨有两种，一种是这是骨粉，植骨有个分作两类啦吼，这个是骨粉，骨粉有一种是 synthetic， 一种是人去做，啊嘛有低的骨头，嘛有骨的骨头啦。古早用真侪迄个骨的骨头吼，但是即卖渐渐因为，这是 unbelievable， 迄D 的 gene 吼，甲人的 gene 是 95% 不是那个，所以这我是 recommend 上好是用人的骨头啦吼，然后呢，过来就是有一种 patient 家己的骨头啦，我伫 20 years ago。在做 dental implant 的时候，那时候拿咱的在这个大腿的地方的骨头起来补这个嘴的骨头啦，那时候你如果需要整个骨头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对你自己的身躯里面拿，啊，我们两个所在提，就是一个是伫后边吼，这个，那像讲这个是什么所在？吼，这个所在，你家摸吼，你有两块真大块骨头在遮，吼，啊，另外就是爱对脚提啦，吼，所以以前的 patient 吼，就可怜的，差不多爱掰脚半年啦，但是尾啊吼。那时候我说一些以前的 story，
20年前，一支 dental implant 好需要 3 hours， 这样一支 dental implant 需要 3 hours。啊，你若无骨头的时候，你就爱摕这个吼，这个 angle 的骨头，还是摕这个hip 这的骨头，差不多这复原拢差不多爱6个月啦。好，啊，迄 patient 是 really really suffer。然后呢，老血你不管提加吼，迄血拢是老噶吼，老噶你会感觉足 patient 起来是足可怜的。但是，以前我有一挂 patient 吼，足勇敢的啦。结果，我一直嘛有诶有 follow up 嘛，除了讲有搬去 out of state，20 years 以后，赶快，我给你做植牙了，一定这口腔卫生哈，你一定要好好 maintain， 你都袂有问题，你都会当吼用足久诶。有诶，有1965年吼头一全世界头一个植牙迄个 patient。伊伫34岁是 Dr. Brainmark 给植两起嘛，结果伊75岁过身了，伊两起 implant 嘛拢好好。Why？ 因为伊的口腔卫生每天真好啦。所以呢，唔是讲哦，你植牙了，你就拢一劳永逸。好，当然植体都不会坏，植体是用迄个 Thai alloy 迄。可能至少一两百年拢袂害人，但是你的牙周、你的骨头、你的牙肉，吼、会害。所以咧，今仔日我讲的大部分拢是，予大家会当了解讲，维持这个口腔卫生，吼、这是上基本的工课，但是这是上要紧的工课。哦，另外。另外一个姿势啦，吼，就是讲指骨，除了讲你是用这种规地吼，你家己的网规地的网以外，用这个合成的，还是讲用你这个 granulized 颗粒状的骨粉指骨吼，其实这个颗粒状的骨粉的作用。一般的医生吼，可能无甲你解释清楚啦。我们帮你放个骨粉下去之后，骨粉的作用是什么？骨粉的作用就是底下吼形成，那像一个音架，咱咧起厝的是一个音架。然后呢，我们的血液里面的造骨细胞会附着在这些骨粉上面，然后。诶，底下骨头会在那边成型，可是骨头这规个 mechanism 就是骨头造骨细胞开始生骨头以后咧，这个音架要拆掉，所以我们的破骨细胞会再进去，会把这些骨粉吸收掉。好，所以这个整个骨头哈的形成，这个。Bone mass formation 哈，一般需要3个月到6个月啦。你有的医生会叫你讲哦，我给你植骨，了3个月，我再给你建 implant， 好，就是这个道理啦。那尤其这个骨头哈，在8到12个礼拜的时候。这个破骨细胞会把很多骨头，哦，这就是说，在那个阶段，骨头会特别嫩，因为破骨细胞还会把一些骨头跟你这个骨粉都吃掉。所以，我们做植牙的时候，我的 patient，因为骨头不错，所以我们在2个礼拜之后就帮他把牙齿装上去。但是你若会记哩，我一定跟你讲，你伫8到12个礼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吃硬的东西，因为你迄阵骨头非常的嫩。
那个就是破骨细胞在作用啦。好，所以你迄阵食物件是爱特别注意啦。可是经过三个月之后，十二个礼拜之后，都就是随便你要吃什么，要咬什么，拢 OK 啊。黄医师，我问一下哈，是你讲的这个哈，但是他你的成功率有多少？因为我们现在年纪越大的时候，你有很多的 infection， 你的 tissue 也差，你身体也差，所以你做了这么多，到底你的成功率有多少？OK， 其实这个 implant 的成功率，哈，你即马咱即马是讲 implant， 不是讲骨头的。我你即马是问牙周病，还是问？问就是 bone graft， 跟这个 surgery。对，这个 surgery 哈，咱所谓 surgery 要成功，就是两个重点，一个 infection control。你没有发炎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问题。第二个 ，breathing control。你老就这回事，你的 immune system， 好、哦，会 damage。你因为不是讲安怎 damage， 就是说它会 weak 的。recovery 都爱等个你这个症消除了。一再开始 recover， 好，所以如果说你流血很少的时候，你就无问题啊。你手术啊，老会老就这些哈，你过来，你就知道你会进足大诶。过来呢，你成功的机会就会比较有问题。Infection control 用什么 ？Antibiotics。你每一次你要手术以前，你都要吃 antibiotics。手术了，你还要吃一礼拜。OK， 这个如果你有按照安尼吃还是，你就没有问题。再来 bleeding control， 这就是医生。你若讲好的医生，伊知影要安怎做，伊知影要安怎处理，伊袂浪费足侪时间。你的 bleeding control 你就没问题，你的那些血液细胞进去就开始 recover， 你就不用说、哦、你的、白血球先需要把它建起来，那个血块先吃掉，先处理掉，你它才能开始生那个normal 的那个细胞嘛。所以你另外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说有的人用那个osteoporosis 的药啊，好，我念明白讲到，如果你在使用那个药的时候，那种那个药啊嘛有几啊种，有的呢，你就是停三个月，好，就因为那个药残留在身体里面。会造成咱的 bone 不会愈合，好、哦，这个就是因为阮做电动implant做足侪年，以前呢失败 implant 失败的病人，后来统计起来呢，就是吃那个 fosamin， 你若有人咧讲 fosamin 呢，哈，你那个药必须要停。再来呢，还有一种抽烟的病人。你若无抽烟的是，因为第一抽烟 automatic 造成你的口腔卫生的问题。第二，你抽烟迄个 temperature， 那个温度会造成骨头愈合的问题。咱的骨头吼足惊烧的啦。为什么我刚才讲说二十年前我们植一颗牙需要三个小时？迄阵啊，会 drill， 无像即卖吼，即卖因为迄个高科技吼，即卖迄 drill 吼足 sharp 嘞，所以 before 你 touch 到迄个 bone 的时候，它就已经拿掉了。好，你 drill touch bone，
诶产生摩擦，产生温度。所以以前呢，你就是要 drill 的很慢很慢，所以迄个 very time consuming， 而且呢还需要 有另外assistant 哈，一种爱能的 assistant， 一个是 assist 的surgery， 另外一个assistant 需要哈用迄个生理食盐水哈一直冲那个 surgery 的 site， 但是现在迄个问题拢无啊啦，都改进很多，所以现在植牙也很快啦。那我们就是我都是 answer 这个 lady 的 question about 这个成功。你那无 Fosamax， OK？ 然后第一医生那不是 take forever， 你这一片无什么 reason 讲未成功嘛？当然有一种你 immune system 有问题的 patient。你那 immune system 有问题的人，你不是讲嘴齿迄个伤口未愈合，你身躯的其他的伤口嘛是未愈合啦。我若拄到迄种偏全迄规个systemic immune problem 的人吼，迄都无适合做 implant 啦。哦，讲过五分钟咧啊，我未讲了咧。OK， 即马就是要甲大家 share 即个好 routine， 你除了牙医师，你家己当初你爱做，即多少可能拢有小可讲过吼。Regular brush flossing， water pick， 好 ，drink small sip of water regularly。Regularly 唔是讲一天两天 ，regularly means 15-20 minutes。第四就是讲，你有牙周病的人，你爱去 3 months period maintenance， 哈、哦。刷牙的方法，你看这洗45度的脚，哈、哦，插进去这个牙肉里面，啊，做那种小圆圈的动作，这样子。刷牙不要太用力。有很多 patient 他又横着刷，这样刷，然后这边也是横着刷，结果在那个转角这几颗牙齿常常都会牙齿会被你刷坏掉，那个也都会造成问题嘛。所以里面嘴齿里面表面刷，里面也要刷，然后这个咬合面都要刷，好，有没有问题？牙线，很多人吼，牙线就是嘣嘣进去就出来。牙线不是只有把东西拿出来，牙线的使用方式是你要沿着这个牙齿的表面吼，用这个锯齿状的方式，一颗牙齿进去，然后另外一颗牙齿上来，它那个两颗牙齿的中间，你对这边的面进去，然后从这一边的面出来，你要用这样锯齿状的方式。那牙齿有五个面，我们看到的是颊侧往靠这边，还有舌侧面，还有咬合面。可是呢，还有两个面你刷不到，一个是近亲面，一个是远亲面。好、哦，就是说你记得收在，跟你记得收在，就这一颗来讲，它有这里一个面，然后这边颊侧、舌侧，然后这个是近亲，这是远亲，它总共有五个面，所以你刷不到的那两个面就是要用牙线。Osteoporosis 可能爱个爱个宫颈骨嘞。跳过，跳过。我想因为现在已经12:05了 OK， 那这样好，我们再五分钟问问题，那这个好，这个下次再讲好了。我想好，有的人眼睛也明天要去吃饭OK， 这样 OK， 请说。咖啡和茶对嘴齿是营养是好还是坏？ OK， 咖啡和茶你只要不加糖，
拢袂要紧。莫掺一大粒奶精，掺一大粒糖，哈、哦。那个糖跟奶精跟牛奶，拢是细菌最好的食物。然后糖呢？糖是吼非常容易让细菌消化的东西。那你看维兰 hypoglycemia 哈，为什么？就是说糖尿病的人有时候他会突然晕倒，但是你糖水一下去，你都生龙活虎啊。好，所以这糖这个东西最好是不要吃。你底料工有那个糖尿病的问题，好，有时候血糖太低。那医生会叫你说你带一两颗在身上，以你们不好意思，以你们的年龄最好不要吃糖。但是哈、哦，我妈跟我说，哎，奇怪，老了好个爱吃甜。OK， 吃没有关系，可是尽量哈、哦、要刷牙，还是公爱漱口。那个饮料方面就不要再吃糖了。如果你喜欢吃蛋糕，吃一点蛋糕哈。可是饮料方面尽量不要加糖。拍摄那个先生，regular cleaning 的时候是用一种合作。那个叫什么 ？Ultrasonic， 嘿 ，machine 哈，是用 ultrasonic 一个缅甸有一支 ultrasonic 那个 tip 哈，它会喷出水来，然后呢，它还有那个震动的作用，所以伊会把这个牙菌斑跟牙结石哈，清掉一附着底这个牙齿，它利用那个。震动，好，会把这些东西清掉，所以嘛没有痒，但是另外有当时啊，讲过回去吼，有抽烟的病人，也是讲有用 Peridex 的病人哈，我们会需要再用Hydrogen peroxide 加一挂一种 pubis powder，pubis powder 是非常非常细的那个颗粒。好，把那些 stain remove 掉。牙膏干嘛常常忘记买？牙膏好。OK， 刚才多有一个太太跟我问吼，伊就是讲，他要用海盐还是要用 Sensodyne 刷牙？哈，其实刷牙，你该想清楚哈，刷牙是 mechanical。的作用，它是利用 mechanical 的方式把牙齿清洁、哦、所以呢，你不用牙膏一样有那个 toothbrush 就能把你的牙菌斑清洁、啊、牙膏有最大的作用就是说 flavor 让你感觉说你有刷牙，咱已经养成无牙膏的是你刷了，你感觉你哪像无刷，但是刷牙其实是 mechanical 的 function。好，那 Sensodyne 一个作用是 desensitize， 对牙周病、对牙那个骨头萎缩、哈牙根外露的人有需要，它会让你比较不 sensitive 啦。Otherwise， 你要用牙，咱古早伫台湾。那是有一种，我忘记那个名字了，但是它颗粒很粗的，它刷完当然就是说会比较白，可是同样那个也会造成那个防止的 damage。 所以呢，你如果要用像我们对于那些 very heavy stain 的问题要把它 remove 掉的时候，我们是用 pumice powder，非常非常细小的颗粒啦，你千万不要用盐去刷牙，那个盐的颗粒哈还是太大，尤其有的人说海盐，你看像 Costco 一挂迄海盐，那颗粒都蛮大的啦，所以不要用盐去刷牙。
你头我讲是毋是讲牙粉？哈？你讲我毋知影啥物名，是毋是讲迄牙粉？对对，有对，以前有那个牙，那个颗粒都太大。我讲今日听迄个平常政府咧讲吼，我不清楚。我去看医生，做下你讲会当听个安尼，解释个正清楚吼。啊，佫唔是干那听个讲喙齿安怎，你佫其他会甲阮讲，滴足济智慧。但是我有要想问，请问你吼，啊，你 office 伫个迄个 Ubelinda 啊个 Bria 吼？真是对我们讲，将远了想，我要第一只亏钱。哈哈哈哈哈！我你看年纪大吼，要生小孩生个遐是足困难。我咧想，我一直咧想，我你唔知第一只亏钱。我吼，我嘛最老安尼。我今摆去看电影吼，是半片。哈哈哈哈哈！我阿去做牙齿漂白吼。嘿。阿你讲对。OK， 即摆吼，即摆医疗吼，甲古早无相共款，就是讲治疗，你爱 restore patient 的 function 以外，即个吼 appearance， 即个 look 吼，嘛是最要紧的。你知影咱人就是安尼吼，先求有，你先食饱了吼。你就会想讲哦，你要戴较好，你要生活的 life quality 要较好，所以即摆牙齿的治疗嘛是变已经提升到讲你治疗甲喙齿创好用，保伊话你爱阁好看，所以真济人漂白，但是咧漂白吼爱看情况，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有真济医生会甲你讲哦我。一点钟的漂白，但是一点钟的漂白其实对嘴齿伤害就大了啦吼。但这个漂白基本上就是说是用那个酸石，所以呢，你那个酸的你要很快改变的时候，你那个浓度就会很高了。再来呢，你每一个人都会当漂白，但是你爱。take care 这个 sensitivity 的问题，就是讲你牙齿牙根外露伤济时，上好是唔当漂白啦。那如果你真的要漂白的时候呢，你就是需要把你这牙根外露的问题先处理。咱会当吼，会当牙周病医生做足济，就是讲，甲上颚这点吧吼，甲骨头足济啦。肉嘛就高了嘛，我们一般会从这个上颚取一小片牙肉来补哈，补这个外面牙根外露。牙周病医生做非常多这种手术啦，你这把补起来了哈，买当该怪那个过敏就是说敏感的问题啦，但是哈，这些都是拢。比较有 involve 到这个 surgery 的治疗方式啦，好，所以被漂白会使，但是你有两种，一种是一点钟，一种是两礼拜漂白。我是建议讲，恁的年龄上好是用两礼拜，但是你若讲用两礼拜漂白吼，你伫个头一天一般拢袂啦，几天了你开始感觉 sensitive， 你开始感觉吼哦，就酸的。你都爱 stop， 你都唔通用啊。但是嘛 ，again depends on 有一挂迄个漂白的 agent 哈，迄个 agent 起码有真济有加入迄个 desensitizer， 互你卡袂遐尼敏感啦。好，所以当然即个每 case by 这是 case by case， 你要做拢会使啦。但是每一个人有的适合，有的不是那么适合。OK， 因为好我讲啊嘞，所以结婚证，我讲结婚证。拍摄，您讲要去上远哈，但是我感觉讲还好啦，因为值得啦。你刚才我上惊死的，所以放出去的时阵，哇，医生搞啊，放音乐给我听，给我 relaxing， 到尾啊，佫替我祈祷，我上帝呢，给我减少我的痛。啊，不但这服务真好，啊这。车司机呢，甲咱载去，甲去 iPad 上来在看哈。
啊，当然喉骨好，啊，大项拢好，就是讲喙齿嘛做啊真好。你看我植牙了，人愈来愈大颗，就是讲大项都会当食。我常常咧讲这牙周病的代志吼，因为医生并不是讲干那给你治疗，吼，医生。上要紧的，就是讲爱，让你唔免阁看医生。所以，恁若会当医生给你治疗了，你家己会当吼好好顾你的迄个牙周。你每三个月、六个月来清一摆，你就无迄个 major problem。OK， 真正好的医生是，唔是爱你常常去，是爱你吼较唔免来的安尼就好啊。OK。